所以今天我们会把大家分成四组，在沈阳开展一次特别的音乐竞赛，大家可以来寻找一下各自的队友。紫色的，紫色。来，我们。哎呀！来来来，咱俩一组。哎呀，咱俩是一组。哎呀，没有机会报仇了。哦，是按颜色分的，我才反应过来。怎么了？啥意思？耶！来吧，咱们是队必胜啊！我们音乐鬼才三人，我们组太强了，太强了，三个专业歌手，已经胜利了。在以往的音乐特辑里，大家的挑战大多集中在各种形式的演唱上，而今天你们将要挑战一个全新的领域——歌曲制作。哇啊！制作，这我可在行。哦，真的假的？你们需要在有限的录制时间里，从无到有的创作出一首完整的歌曲，并在今晚进行新歌的发布和演绎。啊！今晚？这不公平，我们俩是演员。对呀，我们组太强了，太强了，三个专业歌手。三个专业歌手，这有两个词作人呢、啊，我赢了吗？我擅长啊，我赢啊！跑男的主题曲确实很多年没有更新了，要不然今天就把跑男主题曲更新一下吧。如果有一些作品非常好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它当做我们全新的主题曲。你看看，哦，流传下来。我们这刚从海外回来就想赚人一首歌，你真是厉害。咱们的创作把我放在曾毅的位置啊！呦呦呦呦！我对音乐的创作一窍不通啊！我唱的都是现成的。对呀，我们都只会唱现成的。你会创作吗？我会一点吧，我可以帮你们写旋律。靠你了。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完成这项任务，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从每队都挑选了一位成员担任每队的音乐制作人。你看我呀，哎呀，哎呀，我猜到了，这不就是 F4 吗？是你还在曾毅的位置上呢，你还完了，这组歌只有又了，你们就叫又又吧，你们歌的名字就叫又又又又。今天你们四位会担任各自 studio 的队长。你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studio 的队长。哦，哇哦 ，English international。带领自己的队员在今天晚上9点之前完成一首1分30秒的全新歌曲制作，并配合进行 MV 的演绎。啊 ？MV？ 你想要的也太多了吧？又要唱，又要做，还要拍。你确定我们四个编出来晚上不会上来又是陪你去看流星？四首歌曲演绎结束后，会由10位沈阳音乐学院的学生进行投票。我的妈呀，专业的！最终得票最高的队伍就是今天的获胜队。虽然你们四个队伍的音乐人才济济，但是今天你们需要使用最新的 AI 音乐工具来完成今天的音乐制作。最近几年 AI 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技术狂潮，各种 AI 工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词作曲等多个方面的音乐制作工序，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听四位队长的 AI 声音魔唱。就是你采集了我们平时的声音，对，就仅限于用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听吧听吧，来来听一下。首先先来听听 AI 大勋演唱的《浮夸》。浮夸。AI 大勋不是你本人，不是你本人，就模拟的。但是用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音色。对。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左近燕在圈在吗？为什么像刘老师？允许我别再饥寒天发。就这水平 ，AI。我非你必咋？呀呵，这横得可吧？这 AI 不咋样啊。别回眸，有人在为你碎洒。为啥
徐，你要不要反黑一下？不了，就这样吧。我听听别人的，一会儿好听，一会儿不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听听 AI 晨哥演唱的《少管我》。哎呦，这么快就有了。我下我看一抓中风中高撒了花、哦、不见一摘露水心安花是你吗、哎欸、跟现在我声拥抱到的出发回金沙不是我就为用光枪为飞牛神下我正为困中下里一边写花我过在花这个像出发的流亡者这个像这个最像，就是捏的都上不去了。这个像，这个感觉谁踩着我的嗓子？不在乎。只能说，甚至比真唱还好听。哎呀妈！这是第一个 AI 比真唱好听的是吧？至少 AI 卡了点，卡准点了。确实。确实。接下来我们听听 AI 沙哥演唱的《大鱼》。哦。期待，期待。哦，期待啊！每一滴泪水我觉得有点像都向你流淌去你声音变年轻了都流进天空的还挺有感情海底你妈呀这你还不请我去感觉唱上戏了呢你像二胡啊你唱出了二胡的感觉这是一种乐器感觉像那气球没气儿了你知道吗最后你像是感觉边哭边唱呢边唱边哭好像二太棒了这 AI 真是好 AI 好 AI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 AI 凯哥演唱的歌曲 Opera 2 哇Opera 2 Opera 2 Opera 2是什么 Noche grande 哇俄语这好像啊有范儿有范儿这不就凯哥唱的吗 Hasta la sacción 哇 Dagny Boli 就是你的声音啊快去对嘴对嘴 Собираются все 后面就只有啊了哇黑我！哦，有了有了！这 AI 搞事情 ，AI 知道你没有这个音域，给我出来 ！AI， 你给我出来！凯哥证明一下自己，凯哥证明一下自己。